大家好，我是孙霞。今天是大年初七，开年第七天，上班第一天，大伙儿是不是就感觉哈，这年过得也忒快了？这一眨眼儿该上班了，还没收心的伙伴儿得赶紧进入状态了啊！不过呢，没出正月就是年，孙霞在这儿呢，先给大伙儿拜个年，祝福咱们导报的观众朋友，工作上如虎添翼。生活上生龙活虎，身体上龙精虎猛，啊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祝福，那就是祝愿咱们生活导报虎年收视猛如虎，啊，尽管有点俗啊，但是希望这些俗气的祝福都能灵验。这么和大伙儿说吧，我这人啊有个特点，说话特别灵。昨晚啊，我就告诉咱家那位了，必须看女足啊，肯定能赢。哎，让我说着了吧？昨晚女足亚洲杯决赛，大伙儿是不是都看了？即使没看的啊，那在朋友圈一刷屏，想必大家伙儿也知道了，中国女足3-2逆转战胜了韩国。除了前方的女足赛场，其实还有一个赛场，就是啊，咱们在家看球的球迷，你就这么说吧，那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差点啊，没把地板给。重温一下，阿强，这次的机会交给您打呗。阿强，这次三分钟，漂亮，反超了，反超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进球。春节长假最后一天，这一想到假期结束，心情啊多少有点不舍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昨晚女足整了一把奇迹般的惊天大逆转，整的全国人民是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大伙儿昨晚都看没啊？那上半场0-2的时候，我都绝望了，默默的我把准备好的啤酒，我又悄没声的放回冰箱了。谁成想下半场30分钟里边啊，连贯仨球，完成了绝境大反击。时隔16年了，咱们再次捧起了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。中国女足啊，了不得呀！那就一个字儿，飒，俩字儿，真牛。咱主板那么一打，别的咱不说，那必须啊，把咱中国姑娘好好的夸一夸。咱就说啊，全国球迷被男足伤透的那颓废的小心脏啊，愣是靠巾帼女将给整成心率过速了。还有网友提议说，应该要求男足哈、啊、观看女赛之后，必须写1万字的观后感。当然了哈，玩笑归玩笑，咱就说中国姑娘咋就那么能耐呢？女足大逆转，昨晚的女子冰球小组赛那也是把日本给整赢了啊。就连冬奥会首金的2000米混合接力，那也是几位姑娘咔咔一顿蹬腿啊，那实现了反超。哎呀，就连啊把解说说出圈的王蒙，那都是女将，当年多吓人呢！就用大爷遛弯式全程背手那造型，溜溜达达的就得了个冠军。那外国选手一听说有王蒙参赛，比赛项目立马明确了，泳争第二。我发现了哈。中国姑娘没别的特点，那就俩字儿，不服。什么逆境翻盘、绝境逢生，那都属于家常便饭了。用今年春节被大伙玩坏的一个梗来说，那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姑娘。各位男士啊，在家可得对媳妇好点儿啊，你娶回家的那是一般的女人吗？那是中国女人，杠杠的，